林当地时间2月16日晚，第69届柏林电影节闭幕式举行。中国演员王景春、咏梅凭借《地久天长》获得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。弗朗索瓦·欧荣感谢上帝获评审团大奖，同义词获封金熊奖。影帝王景春、咏梅摘影后《地久天长》，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，由王景春、咏梅、齐溪、杜江以及王源担任主演。讲述了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，甚至其中一家由北方远走遥远的南方，相隔30年后再度聚首的故事。据悉在首映时，该片收获了极好的口碑，看哭了不少的